这几期的糖真的是强塞喂到你嘴里了，不吃不行。还记得这期2020年10月12日播出的一天吗？你感觉最近你用什么歌能形容自个儿？是要最近的歌吗？这小表情，笑而不语的。看我乐什么？为什么这么的无？不会我们三个人都是那首歌吧？什么歌？刚完播说出酷盖，你们啥反应啊？酷盖，不愧是大老师，敢讲敢 Q。我还以为说是一公推两推两明星呢。当大老师说是这首时，歌星呢？我也以为是那首歌，然后10月25这晚不叫了。不止一回零，你以为想是那样，就想养个狗，然后有小孩的话，狗跟小孩一起玩也还挺。篱笆女人和狗，没提到女人，没提到女人。大老师，你是会听重点的。就是香薰蜡烛，就是这个为什么后悔？约人了，人没来。不愧是大老师，老师就是比嘴。哎呀，家庭聚会，温馨一些，怎么了？我跟你像大张伟一样放美女帅哥的照片。我放帅哥干什么？就这个嘛，要不你问我当事人。萌啊，嘟嘟嘴。好，放到咱俩。